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教育第一重要，现状令人堪忧”。每当谈起关于教育的这个话题，我的心情都比较沉重。有一种莫名的忧伤，教育怎么了？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是1964年参加工作的，在一所小学当代课教师。那一年我19岁，我走上了教育工作的岗位。开始了我的教育生涯。在教育战线上，我工作了近20个年头。说起来，我也算半个教育工作者吧。我喜欢和热爱教育工作，至今回忆起来，我仍然非常留恋那一段和学生们在一起的快乐美好的时光。人家都说老师难当，我却一点那个感觉都没有。可能我就是一块当孩子王的料吧。假如有来生，我还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还当我的孩子王。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了。你们都知道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这个身是我最后的身，我不可能有来生。记得是2011年吧，我随同师父老人家去澳洲参加澳洲净宗学院10周年庆，在那一次。我忙里偷闲去了一趟昆士兰大学，受冯教授之邀，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不是演讲的演讲，题目是“浅谈我对教育的几点看法”。那是我离开教育工作岗位20多年以后，第一次谈教育。昆士兰大学是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面对教授、老师和学生们，我不知道该讲什么，真的有点手足无措。可是，既然已经被推上了讲台，总得说点什么呀？那就说说教育吧。记得那一次，我是从4个方面——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谈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大家都是曾经从事过教育工作，或正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工作者，还是引起了一些共鸣吧。那里有世界著名的风景区，黄金海岸，真是美极了。昆士兰大学之行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热情好客的冯教授，美丽的黄金海岸。上面说的这一段，就算是今天交流的开场白吧。下面我要说说教育第一重要这个话题。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2014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华民族
任重道远，拯救世界，力挽狂澜。在这篇文章里，我列举了中华民族的七个独一无二。这七个独一无二是这样的：一，中华民族的历史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孕育了绵延几千年的古老文明，走过了曲折漫长的自强之路，现在又踏上了充满希望的中国梦的复兴征程。中华民族对未来充满信心，国际社会对中华民族充满期待。二，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5000年的历史，孕育了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灿烂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族群都没有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人类的瑰宝。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但能救中国，而且能救世界。三，中华民族人口众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有56个民族，有着近13亿的人口，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四，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中华民族主张天下大同，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平等对待，和谐共处。中国珍视和平，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这就是中华民族无比强大的正能量。五，中华民族既是孔孟之乡，又有大乘佛法，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英国的汤恩比博士曾经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唯一能救世界的是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我们中国是孔孟的故乡，是孔孟学说的发源地，又有大乘佛法，在世界上仅此我们中国一家。六，中华民族大圣大贤之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古往今来，历经5000年沧桑变迁，中国究竟出了多少个大圣大贤，可以说无量无边，不计其数。七，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勇往直前，
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勤劳的民族，是勇敢的民族，是不屈不挠的民族。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历尽千辛万苦，中华民族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是一头睡醒了的和平雄狮，中华民族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大家都知道，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雅利安人摧毁了四大文明中的三大文明，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三大文明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中国文明一枝独秀。为什么？什么原因呢？是教育，是中国几千年行之有效的教育让中国文明留存下来。感恩我们聪明智慧的祖先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回顾一下历史，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样治国的，靠什么治国？靠教育。五千年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历史从哪里说起呢？就从我们的祖先三皇五帝说起吧。我们先来简要的介绍一下三皇五帝。三皇，据中国历史记载，三皇是伏羲、神农、女娲。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华夏太古三皇之天皇。伏羲造八卦，开华夏之文明。神农氏是掌管农业和医药的圣王。据《史记》记载，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易经》也记载，神农氏发明农业耕种的方法，来种植五谷，以教天下，利益千秋万代之子孙。女娲是神话中的女神，传说她曾炼五色石补天。下面再说说五帝。据史料记载，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黄帝姓公孙，名轩辕，五千年前出生于中国。他把中华大地的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命仓颉为史官，创六书，资于齐柏而作内经。黄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因为神农氏被称作炎帝，所以我们有炎黄子孙之称。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样治天下的，也从三皇五帝说起吧。三皇五帝时代，三皇
行道，以道治天下。道是无为，无为而治，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最高的，是最高的道。这是什么？这是大同之治。大同在中国不是理想，不是乌托邦，我们的祖先真正做到了。谁做到了？三皇做到了，五帝做到了。到了五帝就降下来一点，五帝道不行，治不了国，道失则有德。五帝道不行，他是用德治天下，用道治国，用德治国，都是大同之治。当然道是无为而治，是最高的大同之治了。再往下到了三王，三王是夏商周三代，夏禹、商汤、文武周王，这三代时间很长，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这三个朝代一共是1800年，历史上称为三王。到了三王，德也不行了，人没有道德。三王是用人治天下，这比德又降了一等。以人治天下，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不能称大同之治，这叫什么？这叫小康，称为小康之治。周朝末年社会动乱，春秋战国混战了500年，孔子就生在这个时代。这些个国君都称为霸主，征战不休，人没有了。但是讲义气，以义治天下，这比以人治天下又下降了一等。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义也没有了。秦始皇是以霸道治天下，15年就亡国了，短命。汉朝取而代之，汉朝统一之后，前后汉一共是400年。汉武帝是个聪明的人，他想这么大的国家用什么办法来治理呢？诸子百家就是出现在那个时代。董仲舒当时是汉武帝的大臣，他建议汉武帝用孔孟学说理治天下。汉武帝是个明君，他采纳了，所以汉朝是理治天下。这个教育制度就是那个时候建立的，一直延续到清朝。虽然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这么长的历史时间，这么多朝代的更迭，教育制度始终没有改变，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汉朝制定用礼、用儒来教人民来治理国家，可谓是智慧至极。这个时代儒释道
都被帝王用上了，用得非常好，所以是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就是这么出现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教育第一重要，离开了教育，偏离了教育的正确轨道，麻烦可就大了，什么问题都出来了。从汉一直到满清，每个朝代都有礼，他用什么方法让社会和谐？用礼。二十五史的《礼乐志》说的就是这个。满清亡国以后，没人讲理了，天下大乱，乱到现在100多年了。古人讲的“礼失而后天下大乱”，今天这个现实就摆在我们的眼前，整个世界都乱了。以礼治天下的教育制度，随着清朝的灭亡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孔孟学说无休止的批评批判，乃至在那个疯狂的历史年代，批孔之风甚嚣尘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经历了那个历史时代。礼是什么？礼是我们要懂得尊敬别人。礼记头一句话说，趋礼曰无不敬，对人要恭敬，对事要恭敬，古人讲的一点没错。道失而后有德，德失而后有仁，仁失而后有义，义失而后有礼。礼要失了，社会就大乱了。古人在几千年以前，就像算命一样，把它算准了。历史就是这样真实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近200年来，我们的教育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丢弃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东西，盲目学习西方，苦果已经现前。我们现在要恢复，没有200年的时间，恐怕难以恢复。丢弃容易，恢复难呢，这真的是自作自受。中国古人做错什么事情，他会受到责罚，为什么？因为从小有人教，现在我们没人教，父母没教我们，老师没教我们，社会没教我们，国家也没教我们，整个世界都没教我们，我们怎么会懂得？别人做，我们也跟着做，我们以为别人做的都是对的，他们做错了，我们也模仿，我们不知道这是错的，全社会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的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无礼无耻，大家都认为是正常的，举世都认为是正常的。所以做了恶事坏事能处罚吗？佛菩萨不忍心处罚呀，老祖宗不忍心处罚呀，怎么知道呢？无量寿经上有啊，不是这样说的吗？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欲者，殊无怪也。你不能怪他，要原谅他，
要帮助他回头，好好学习圣贤教诲，真正觉悟了，明白了，他自然就不会做坏事情，他就回头了，转恶为善，转邪为正，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要靠什么？要靠教育。今天什么都不重要，教育第一重要。中国几千年来长治久安，从秦始皇一直到现在，维持大一统，全世界找不着第二家。每个朝代建立大概都有150年的历史，有的到200多年，有这么长时间的安定太平盛世，这在全世界历史上是找不到的，只有中国有。比如周朝有延续了800年的历史，这在外国人听来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所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对中国人没有不佩服的。中国靠什么？靠文化，靠教育。前面我们提到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前三个已经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了一个中国。为什么四个文明古国只剩下中国一枝独秀呢？我们要感恩聪明智慧的祖先。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秦始皇。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没有被摧毁，秦始皇功不可没。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基于以下四点原因。其一，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第二，有统一的语言。第三，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第四，信仰，炎黄子孙对祖先的信仰和尊敬。就这四条是我们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没有被摧毁的原因。中国这个族群到今天还能存在于这个世界，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靠什么？全靠教育。近200年来，中国把教育疏忽了，尤其是摒弃了延续了几千年礼的教育，不知道什么是道德仁义，而且把古圣先贤的东西贬斥为封建迷信，糟粕。感召而来的是环境的灾变，社会的动荡，人心的不安，这是必然的果报。中国自古以来把教育摆在第一，几千年都是这样。国家所有的一切设施通通是为教育服务的，教育挂帅。在家庭也是教育挂帅，家教是摆在第一位的，其他都排在后面。现在是经济挂帅。经济是什么？大家都要争，那就要提倡竞争，争吗？竞争再一提升就是斗争，
斗争再一提升就是战争，把世界争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谁知过？继续下去，死路一条。中国人从小就叫让，孔融让梨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大人教他忍让，长大了教他谦让，成人了教他礼让，大家都让不争，这个世界哪里还会有什么冲突呢？在这个地球上，最懂得教育的就是中国古人。中国古人的教育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教育的成果，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尤其是家庭教育的成功更为突出。教育，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不只是三皇五帝，在三皇五帝之前，中国文化就已经出现了，世世代代一直到前清都没有改变。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政权丧失不可怕，中国在历代两次丧失政权，一次是元朝的时候，蒙古人统治中国，第二次是清朝，满清人统治中国。但是文化存在，文化没有失掉，所以蒙古和满清都被中国文化同化，变成了一家人，汉满蒙回藏变成了一家人。所以教育是文化的生机，不教可不行。中国古代教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比如说古代的文艺表演，用孔子的一句话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叫思无邪。文艺表演你看到，你听到，你接触到了，不会引起你的邪念，也就是说不会引起你的贪嗔痴慢杀盗淫妄。所以文艺表演是教育，寓教于乐，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这个族群的长治久安靠的就是这个，这是教育。上古时代就提出来，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政权，巩固一个国家的政权，什么最重要？教育最重要。近代满清亡国之后，把中国的传统丢光了，出现了社会的不祥和。历史证明，中国的传统东西是有用的。2500年前，孔子那个时代管用。再往上推2500年，三皇五帝那个时代管用。2500年后的今天还管用。往后3000年
还管用，永恒不变叫常，五常是永恒不变的，就是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化，这个地球上多少个国家和族群包括宗教都没有办法和中国相比。创造中国文化的古圣先贤，历史上记载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不是凡人，都是佛菩萨再来的，要不然怎么能把这么好的东西传下来，在中国用了几千年管用。英国的汤恩比博士说得好，他说整个地球动乱，中国人遇到困难，只要回头找老祖宗，问题就解决了。在全世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群的老祖宗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你去找找不到，只有中国唯一的一家。我们到了该回头找老祖宗的时候了，我们虽然丢弃了老祖宗，但老祖宗是不会丢弃我们的。回顾一下，中国从三皇五帝到清朝末年所走过的教育之路，有一点让我感到惭愧和遗憾，不知道同学们注意到没有，我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表达。道治就是以道治国，那个道治括号三皇，就是告诉我们三皇的时候是用道治国家的。接着往下，德治是五帝，再往下人治是三王，再往下义治是春秋战国，再往下礼治，这就是最后一个了，礼治是汉朝至清末，那是几千年的时间。我们看看这个顺序哦，我从头再说一遍：道、德、仁、义、礼。这个顺序说明了什么？两个字：滑坡。不是上坡路，是下坡路，是后后次于前前。大家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个？逐渐降级。中国几千年以礼治天下，我们就拿最后一个来说，礼治天下，社会有秩序，尊卑长幼，君父之体尊，臣子之体健，这样的社会才能安乐和和。否则的话，如果礼失去了，就不得了了，必定是天下大乱。中国人讲的五个标准：道、德、仁、义、礼。看看我们现在，道没了，德没了，仁没了，义没了，礼是最后一个标准。换句话说，礼是最后一道防线，现在礼没了，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了，所以
天下大乱了，灾难现前了，众生苦不堪言了。说完苦，我们再来道道今。今天的教育现状是什么样子？我用一句感叹的话来说，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怎么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关于我们目前的教育状况，我不想一一细说，因为我们都身在其中，那种亲身的体会是最真实的。如果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凑在一起闲聊，每当提起教育这个话题，大家都感到心情沉重，教育现状令人堪忧，继续下去怎么得了？记得几年前我在香港和同学们交流时，谈到了有关教育的话题。当时有同学给我提出了善意的提醒，说我对教育方针的表述不尽准确。我非常感恩这位同学的及时提醒，因为我离开教育工作岗位30多年，对现在的教育方针真的说不那么清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那一次我是请教了几位中小学教师，几位中小学的学生，还有几位大学生，他们都摇头，不知道教育方针的具体内容。这时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这一次吸取上一次的教训，我认真查找了有关资料。从60年代的教育方针查起，现抄录如下，供同学们参考。一，60年代的教育方针是这样表述的：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我国当前的教育方针，2010年7月29日中长期规划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三，我国现阶段教育目的的表述是这样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民族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四，党的18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上我抄录的是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方针。教育方针是国家或者政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提出的有关教育工作的总的方向和总的指针，是教育工作的大政方针。它是指导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原则和行动纲领。从上面抄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方针来看，还是契合不同历史时期国情的。比如强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提高民族素质等等，都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尤其是十八大提出的立德树人，全面提高素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我为之一振，太接地气了，让我这个半个教育工作者重新看到了教育的希望。记得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在六七十年以前说过这样的话，那时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六七十年以后的今天，情况怎么样了呢？大概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现在我们制定了教育方针，但是这个教育方针是否深入人心了？如果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都不知道教育方针的内容，那么这个教育方针岂不是成了一纸空文？方针政策要靠贯彻落实，如果既不贯彻也不落实，那不是成了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了吗？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我们的教育培养出了什么样的人才？这些年来，高校毕业生，特别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外流数字惊人。不是说出国留学深造不好，而是出国留学的动机是什么？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个我认识的男孩，出国学习几年，去年回国探亲，我俩聊天时，我顺便问了一句，学成了，啥时候回来呀？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他是这样说的，不想回来了，我不喜欢中国。这是一个在我印象中憨厚朴实的男孩，听了这话，我心沉甸甸的，在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当年钱学森历尽千难万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携妻子儿女回来报效祖国的画面。我想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怎么变化如此之大呢？
教育的现状是严峻的，是令人堪忧的。四种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都出了问题，而且是世界性的，中国也不例外。教育出了问题，社会乱了，灾难来了，怎么办？人类要自己救自己。就中国而言，赶快找老祖宗啊！只要我们肯回头找老祖宗，就有办法解决了，那就看你找不找了。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教育，是志在圣贤的教育，天下长治久安。今天的教育是志在竞争的教育，天下大乱，社会失去了安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刚才说了，找老祖宗，我们把古代教育找回来。如果现在说把道找回来，那个太高了，我们做不到了。我们能不能把礼找回来？最后一道防线，那个礼，我们能不能把它找回来？实事求是地说，丢了100多年的礼，想找回来也是很不容易了。但是再难，我们也要把礼找回来。为什么呢？如果不把礼找回来，我们没有出路，那怎么办呢？那就让教育从礼的回归而回归吧。愿我们共同努力。今天的交流分享就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